我满娇险遭小药丸害命，猜猜看你是哪位资深艺人的年轻照？有提示吗？他曾经参加过中国小姐，获得第六名，现在常在台剧演阿嬷。娇兰嘛、哦？错。提示二：一摞摞的香蕉都装满喽。这提示很明显喽。香蕉娇满？按掉啦，是王满娇。今天的新闻重点是71岁的他刚从鬼门关走一遭，他先前住院动简单的脑栓塞手术，结果术后3天狂吐血，吐血吐了大概有7-8天都有，到最后第4次的胃镜检查的时候，医生已经跟家里宣布说病危，第5次要到胃镜的时候，我就想算了，不要治了，捐大体吧。幸好这一次医生总算找了病源，原来是他先前吃的药粘在食道动脉管壁上，造成破洞出血，但折磨还没停止。找到了还没有那么快呢，找到了以后在这就变成尿血了。就尿了大概有1个礼拜的尿血了，到最后是从里头才抽出一小碗的血块来，至少打了400针以上，打到这连脖子都打，你看都埋针的，你看这个脖子上这个针啊，是针口都打了的，是手上已经没办法打了，都满了，都打不进去了，连是脚板也打，大腿也打，这样子整整的32天才出院。巧的是，出院当天正好是他的农历生日，但当时他已经被折腾到暴瘦7公斤，瘦到56啊，56。现在60了，现在又恢复60了，真快，不能再胖，再胖就变小胖子。也因为这一次的惨痛例子，他呼吁吃药，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。还有就是说，不能说睡觉前吃药马上就睡不行，即使是安眠药，也要早1个钟头吃才能睡。苹果的 online 笔记，走不到。